想必大家对国子监幼稚园早有耳闻，比如敞篷车事件。岳思义，岳思义上班了，爷爷别睡觉了。啊？你们要我谈吗？思义，上班，你要干啥你啊？啊？思义呢？走。他不在。现在是在这个积极换装之中，看到没有？为了就这个迎接，那赵老师出来了，快上车了。过季，四爷不知道去哪儿去了。走吧。哪里、啊？剧本哥，这个车不是很发达，只能人力造车。年仅20岁，靠自己的双手，不靠任何人打拼，得来了第一个。这就到了赚钱。哎呦，我笑成这样。有来有回的第二次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。